请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七人，与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开会啊。请宣读报告事项及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宣读报告事项一：依立法院各组织法、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立法院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二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于每会期互选产生。二、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苏振清委员；二、林代化委员；三、高志鹏委员；四、邱意莹委员；五、苏志芬委员；六、郑运鹏委员；七、庄瑞雄委员；八、赖瑞荣委员；九、廖国栋委员；十、孔文吉委员；十一、陈超明委员；十二、王惠美委员；十三、高露以用委员；十四、周成秀霞委员。宣读选举事项：选举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举方式行之。宣读完毕。本次会议议程为选举本会及本会召集委员，依规定，本会应至召集委员二人，如采选举方式，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票选之，有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现在有各党团的推举书，请宣读各党团推举书。本院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推举高志鹏委员为第九届第五会期经济委员会召集委员。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委员何新纯委员、柯建铭委员、许志杰委员、徐有明委员。依据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相关规定，本党团推举廖国栋委员为经济委员会召集委员。立法院国民党党团、亲民党党团、周成秀霞委员。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按照刚才的宣读，刚才宣读的各党团所推举的人选通过，请问有没有异议？没有。没有异议，做如下决议哦。委员高志鹏及廖国栋当选为本会期召集委员。本日议程处理完毕，散会。也可以，讲好就好。有一天要播。